向こうだ。急げ。那边追，张主任，你来了，他们就在前面。面军，用手雷压制他们，集中火力打他一个点。よし、手榴弹だ。早く。
有点宋先生，事情办妥了，赶快撤。通知大姐，走。行动听我的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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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李将军，还没跑，我一看这种，李将军，快，快撤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撤！突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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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，快点！是你们，三鸟先生，我们来救你。我们到了，坐。这个村子
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大家提高警惕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包围他们。老乡，哎，啊，你有没有吃的？啊，吃的，啊，有，我这就给你准备啊。等等，同志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忙活半天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。啊，我姓张。这是你们家的祠堂吗？是啊。那姓张的祠堂为什么会放着姓李的牌位呢？有埋伏，大姐，我们被包围了，准备战斗。阿瑟，你去占领制高点。嗯，我们进屋。丹尼尔先生，你也是军人，一会儿怎么做你知道吧？我明白。老二，枪给他。准备战斗。来了，我是爽雷。王八，听好了，让你们放了丹尼尔，我保证，让你们每个人都活着离开这里。江主任。用不着怕成这样。这不是怕，是小心。大岛，你可别忘了，你们的枪神就是死在我这些女学生手里的。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他，给我冲上去。想硬攻不行，要想方设法进入院子才行。我就不信凭他们几个能有多大能耐。有手雷，我压死他们。小心。
许进攻。那你呢？我们的队伍也到了，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下武器。今天我是走不了了。只要你放下武器投降，我们一定会优待俘虏的。俘虏？绝不会做俘虏。我们大日本皇军战败的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为天皇陛下玉碎。我们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侵略者，也只有一个办法，坚决消灭。好啊。那你开枪，看看是他先死，还是我先死？宋先生。没事，没有。哎，我们已经是革命战友了，怎么还叫我宋先生？宋先生，哦，宋博同志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被敌人伏击了呢？我在根据地的时候就听说你们用燕青山的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，制定营救丹尼尔先生的计划。当时我想肯定会出事，因为那部电台早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给控制了。后来我研究了你们营救计划。我想日本鬼子一定会在梅村伏击你们，我就赶来了。这是多亏了宋先生心细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的话，还叫我宋先生。这是多亏了宋博同志心细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们搭上性命不说，还要把丹尼尔先生也给搭上。我表哥发现你们中了敌人的圈套，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着急，谁叫我表嫂也在这儿呢。你胡说什么？
红霞小姐，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。丹尼尔，对不起，上一次差点害你被鬼子抓了去。不用这么说，我现在很好。丹尼尔先生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离的。谢谢你，宋先生。大姐，快跟我去看看，快点，走。帮天上的小人们，同志，拜托你件事情，给他立个碑吧，这样将来他的家人也许能找得到他。那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大岛惠子。啊，好的。杨三，你擅自离开伏击点，为什么没有向我汇报？平天君，我也是突然想到了，我们的监狱是个薄弱点，太突然了，来不及告诉你啊。你这是自作主张。好了，平天君，江主任做的没错。大姐，日本人来了，看来只能硬拼了。不行，老二，你去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出口。快，准备战斗。把它给我打开。
谁叫你来家的？去，往那边站岗站岗。是。后门，后门，后门在哪？在那边。大哥，咱怎么不进去啊？咱们来个守株待兔，出来一个打死一个，出来一个打死一个，庆功领赏的机会来啦！大哥告你。宋先生，先撤。嗯，走。难道他们没子弹了？明明你一个人杀，金钗的枪法太准了，别怕，既然咱们进不去，就守在这儿，出来一个打死他一个。林殿军，你从那边上，大刀，跟我来。大姐，那边的特务已经冲进来了，怎么办？杨守雷开路，快！守雷。哎，大哥，他们跑了，咱们追吧。追个屁，就剩咱俩了，赶紧闪，走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在竹林打伏击吗？怎么改劫狱了？就是啊，林小姐，你们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？
是老四通知我们前面有敌人埋伏的，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把宋先生送回监狱了，在半路的时候我们将计就计返回监狱把宋先生给救出来了。可是林小姐怎么知道鬼子的计划呢？是宋先生告诉我的。什么？他告诉你的？他怎么可能告诉你？刚出监狱的时候宋先生一直跟我说唇语。圈套，路上有埋伏。唇语，来了。姑娘，你们是在等人吗？对，我们在等一位姓洪的大哥。哦，是洪水的洪吗？不是，是洪心的洪。哦，你们等的人就是我呀。你好。哎，洪大哥。你好，你好。快过来。这边，这边。小心，慢点啊！于站长，念特派员，今天就这样吧，谢谢。你们快走吧，当心点啊！告辞。哎，林小姐，哎，徐小姐，当心点，路上小心啊，自己照顾自己啊。我知道了，靠上去。准备战斗。もしもし、報告、突破されました。車内には子供もいます。突破されました。这儿的环境不错，适合拖住敌人。走。
撃て！向こうだ！急げ！手力压制他们，集中火力打开一个点。よし、手榴弹だ。早く。大姐，我顶不住了。
死的。宋先生，事情办妥了，赶快撤。通知大姐，走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撤！突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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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快撤！快撤！バカ野郎！我叫黄群，听说过吧？76号黄群，正是在下。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。军统并没有亏待你。亏待？还说没有亏待？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，拿到的钱还不如你们的零头。孩子上不起学，老婆买不起首饰。干嘛还要跟着你们？那你就心甘情愿当汉奸？这句话我很不爱听。
来呀！冤冤冤！哎呀，别开枪，抓活的！哎，哥，啊！冤冤呀！啊！哎，我，哎呀，太痛！哎，冤！哎，我的，我。笨蛋，你枪，我追，追，这有多远啊？哎，别动！我让你跑，跑不动了吧？去，给我拿下！糟了，他们齐天出发了，走，赶紧追，走。行动了，怎么办？来不及埋伏了，强行进攻。李代，你去占领制高点，我来引开其他人。是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看样子，咱们只能硬拼了。
秦可、啊。队长，玉钗，怎么是你们？你们也来抢香？箱子呢？他跑了。啊、快追！怎么回事？只有一个人。不管他，先截住他，看看包袱里的东西。哎，嗯，干什么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怎么就你一个人护送？我们都遇到打劫的了，都打散了。大哥，你别认得的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是什么人把你们打散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您是什么人呢？回去告诉你们的杨主子，我们是军统的。军统的呀？那军统的跟美国人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呀。哎呀，因为你们的洋主子在中国太横行霸道了，我们给他点教训。不要跟他废话，杀了他算了。哎，别杀我，我就是一个当差的，别杀我，别杀我。哎，我们不会杀你的。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皇冠，何者だ？匿名禁者よ。匿名禁者？俺が相手をする。持って先に行け。私は日本人です。
别动。还是那句话，任务一旦失败，杀无赦。这点您放心，这个计划周密，今晚就是兴王的死期。把剑放下，我可以饶你们一死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更不要浪费生命。只要你们弃暗投明，我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为了政治派别的斗争，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生命，实在是不值得。你休想！这可就怪不得我了。队长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无谓的抵抗，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。你们的姐妹就站在你面前，回头是岸。坚持一下啊！
突撃解決しろ。協力を要請しろ。この女どもが黒刀の管理区に着く前に捕まえるんだ。